大家好，我是佩仪，我是玻璃友人，今年十七岁，我家有四个人，有爸爸妈妈、弟弟和我。我现在就读民生的高中，平常喜欢唱歌和画图。今天我要朗读的是《好想你》，好想你。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。无论晴天还是下雨，都好想好想你。每次当我一说，我好想你，你都不相信，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。我不懂得甜言蜜语，所以只说好想你。反正说来说去，都只想让你开心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是真的，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，假的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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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沟里沟里好想你，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，好想你，谢谢大家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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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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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够力够力好想你，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，好想你。